好看吗？好看。我是问你书好不好看。这书写得好啊，而且你看这里。这是九连环。我的九连环你怎么给找着了？真是我的福气，把我找不着的东西全给引出来了。没想到你还喜欢这种稀奇玩意儿。这个九连环可是我亲手做的，跟外面那些都不一样。外面那些啊，太简单了，我根本看不上。我觉得我这个九连环呀，这临安城除了我呀，别人根本就……怎么了？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人能解开我的九连环。我的灯谜不也是你解开的吗？所以那个人是你，我一点都不意外。那个灯笼在那儿，我还以为找不到了呢。上次灯会结束，我去寻你，结果没找到你，却在街角发现了这个滚落的灯笼。我把它带回家的时候已经坏了，后来我把它给修好了。这灯笼寻常，可你的灯谜不寻常。是你不同寻常，这些年的上元节一直都没有今年圆满，因为第一次棋逢对手，也是第一次人逢知己。